第四沉默不语，风却从未停息。这危险总有人靠近，谁能永远走下去？硝烟弥漫在夜里，誓言来不及说的，伤痛是一道风景，像雪凝结在记忆。牧羊，牧羊，你醒了。来，我睡了有多久？一天一夜。有什么动静没有？还没有。来宝和我小姨他们一直都在盯着呢，你就放心吧。欧阳，你刚淋了雨，需要好好休息。红玉去买药了，再躺一会儿啊。我要去看一看。哎，欧阳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。欧阳，来宝已经找到那个仓库，我们已经将你大哥他们一家的尸体埋葬。谢谢你，欧阳。人都有脆弱的时候，我们都失去过亲人，都知道这种感觉。但越在这个时候，你就越要发泄出来，你不能总这样闷着自己，你知道吗？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一定要懂得释怀，啊。我没事，平常都是我劝别人。现在轮到你在这儿劝我了，你放心吧，明如，谢谢你。你是我们的队长啊，你是我们的主心骨。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振作起来的话，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放心吧，我这心里难受得很，明如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在我身边。傻瓜，不管是作为你的战友还是你的爱人，这个时候我都应该陪在你身边，而且永远都不离开你。我知道，在经历了这么大的事情以后，
你心里是很难承受的。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让你放下，我知道对你来说是相当的残忍。但是欧阳，你要知道，战争不会马上停止，日本人现在还在继续杀戮我们的同胞，所以你必须要坚强起来，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，振作起来，好不好？我答应你。既然德川要跟我决一死战，那我就等着他。我欧阳锋向天发誓，我不会让红一号送到前线，我要跟他们决一死战。对了，欧阳，大哥的事情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你放心吧，在合适的时候我会上报组织的。你醒了，欧阳，你怎么慌慌张张的？我刚回来的时候好像有人跟着我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把他甩掉。看来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，我们应该马上转移。去哪儿？去你家的二号油房，那里比较隐蔽，很安全。好，这样吧，你们两个先去，我留在这儿通知一下来宝他们。不用了，我们在大殿里留个纸条吧，这样他们就会知道了。还是亲自告诉他们吧，留个纸条，万一被别人发现了就不好了。走吧。好，走。司令，现在我这个副局长待得太憋屈。刘世坤在局长的位置上什么事都不管，那他有什么用啊？当初说好了，警察局所有的人归我调配，可现在呢，没有一个听我的，我成光杆司令了。司令，以后有什么事儿你也别指派我了，这局长我毕竟是个副的，我真没有用了。戚副局长不要动怒嘛，既然警察局都是老人，你们就应该和平相处，不应该为这些小事情摩擦。一直好好的为大日本帝国效劳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去做呢。重要的事儿我还能做什么？没人听我的，我这副局长真不管用啊。好了好了，我会找刘世坤聊一聊的。司令啊，我觉得您真是太善良了。刘世坤因为他女儿刘小爱的事儿对您可是恨之入骨啊，他现在就表面上还跟您客客气气的，哪像我呀，对您一直这么忠心。司令，现在刘世坤在局长的位置上，他并不是想为您效力，他是在搜刮钱财。他大量的钱财可都流进他的腰包了，这刘家现在可是肥得流油啊，可这些钱都应该是归大日本帝国所有的。我早就知道刘世坤背着我搜刮了不少钱财，我之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其实我就是知道有一天我需要他这笔钱的时候，我会一分不少的让他给我吐出来。司令，现在可是最佳的时机，我们运送物资屡屡受挫，我们急需资金周转，现在要不去拿，什么时候去拿？戚副局长，这件事情就交由你去做吧，你最了解他。我就等您这句话呢。可是，可是什么？说。刘世坤霸占了警察局，我现在手下没人，
我没法去做啊。我派一支小分队给你，搜缴的东西跟钱财全部上交，我要看看他是什么反应。司令，为什么现在还要看刘世坤的反应啊？如果他反抗的话，我们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？还是先看看他的反应再说吧，如果没用了就由着他去吧，也不能把所有人都杀了，我们这么对他，他已经不好过了。对，去办吧。是。哎，大帅哥，哥儿几个记住点吧，机灵点。刘成，哎，各位，什么好事啊？抄家去，这可是肥差，可别说我没想着你。哟，这可是相当大的肥差，那我可得跟着沾沾光。哼，上车。哎，各位，抄谁的家呀？谁得罪我，我就抄谁的家。你说的不会是？怎么了？不敢去他家呀？不是，怎么说咱也不能太岁头上动土啊。放屁，他算什么太岁？再说了，他也不是我的顶头上司，我只听龟田司令，就知道你小子是个胆小鬼。是是，我实在是个没福气的人，是吧？别说我这个大哥没照顾你啊，给你的肥肉你都不敢拿，别到时候赖别人。走。傻愣的干什么的？该干嘛干嘛的。叔，你快回家！回家？哎呦，奶奶出事了！不是奶奶出事了，是齐家英他慢慢说，慢慢说。那个王八蛋他怎么了？齐家英带着日本人去您家了。什么？他去我家干嘛？总之你回家看看去，行不行？我的妈呀！您不在床上躺着，您怎么跑到这儿站着来了？妈，哎呀，这个时候要是小爱在，一定会蹦蹦跳跳的跑到我面前，扶着我上院子里晒太阳。哎呀，妈，这小爱不在了。以后有我呢，我天天陪着您，啊！走啊，我扶您回屋去。啊！不，我想在这儿坐着。这个家要保不住了。哟，妈，这哪儿跟哪儿啊？妈，您别咒咱们家行吗？我听世坤跟德成说，要去对付齐家兴。那齐家兴跟日本人走得那么近，对付齐家兴，就是对付日本人。妈，您是说世坤？还想去对付日本人呢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，那不是自寻死路吗？妈，
您可得劝劝世坤，不能干这种傻事儿啊，那得把咱们家都给害死了。妈，小爱的事儿让世坤醒悟了。妈，您的意思是您也赞成世坤去抗击日本人？我当然赞成。好好的中国人不做，去给日本人当什么汉奸，那是让世人唾骂遗臭万年的事情。到时候我怎么去见咱们刘家的列祖列宗？我死了以后到下面，我怎么跟世坤的父亲交代呀？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跟您说，您别生气啊。您让世坤去对付日本人，那日本人是什么人呢？那是鬼呀。谁要是得罪他们，那不都得下地狱啊？那小爱刚被日本人给逼死，您又让世坤去对付他们，妈，您得劝劝他们呀，妈。站住！干什么去？我打麻将去。站住！我知道你是去找世坤，哪儿都不准去，好好在家待着。妈，我待得住吗？我，您真是快急死我了！您不是让世坤去往死路上走吗？再说这么大一大家子都指着世坤呢，就让世坤受点委屈，咱们刘家就能保全了，咱们的好日子不还能继续过下去吗？让世坤受点委屈，亏你说得出口，你就是为了自己过点好日子，你就恬不知耻的让你丈夫去做卖国贼，去做汉奸，世坤怎么就瞎了眼，娶了你这么个自私自利的女人？妈，您说我自私自利是吗？那我问您，哪一个女人过日子不想过一个平稳的舒服的日子？自从我嫁到刘家，我说什么你们谁听过？我有过什么权利呀？啊，您说呢？现在这么好的日子不过，您让世坤去对付日本人，那不是往死道上走吗？您可真是的。哦，您为了不背上卖国贼汉奸走狗的名声，您让世坤去对付日本人，您这么做您不自私吗？我，你醒醒吧你！你在日本人面前连做人的尊严都没有了，你还好意思在我老太太面前谈什么权利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家我说了算，谁要是不爱听，谁就给我滚！滚就滚！哼！想让我走？没那么容易。这么多年我在刘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，我的青春都放在这儿了，你们想好了，不赔偿我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你可真是死性不改，无药可救。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好啊，我给你。这是我给小爱准备的嫁妆，也能值上点钱。现在给你，也不枉你做了我们刘家几年的媳妇儿。妈，别再叫我妈了，去把你的金银财宝都收拾收拾，滚吧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您别后悔。
包车。哎。无力吗？那你就自己去对付吧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齐队长带来了好多日本兵。齐队长，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还带来这么多日本兵？你们刘局长不在家，有什么事儿，不能到局里去说吗？奶奶呀，我今天来你们家不是找刘局长的，我是来你们家筹措物资的。筹措物资，谢嘉兴，你趁着你们局长不在，带着这么一大帮日本人到我们家里来，说什么筹措物资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奶奶，好多事儿您都不知道。现在这日本人呀，急需资金来运送物资。我知道你们刘家有大把的金银财宝和钞票。所以日本人派我来你们家增收这些东西，一切充公。哎，齐家兴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筹措物资，筹到我家里头来了。我看你这是要抄家吧，齐家兴。我还告诉你，有我老太婆在，谁也别想从我家拿走一针一线。奶奶啊，我们局长平时贪了多少赃，利用职权吞了多少钱，我心里比谁都清楚。现在该是吐出来孝敬日本人。您看，您今天是自己交呢，还是让我的人动手啊？齐家兴，你就不怕刘局长回来收拾你吗？我怕，我可怕了。可现在这临江城除了日本人啊，是我齐家兴说了算。我说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。来人啊，给我搜！是。敢！小莲，夫人，去给我拿个凳子过来。是。这些个遭天杀的鬼子，
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这个林家都被他们闹得鸡犬不宁了。那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呀？我们也打不过人家，那咱们就别惹他们，他们也不会对我们怎么样。日本人才不跟你们讲那一套呢，归根到底啊，就赖那些当官的。关当官的什么事儿啊？你以为他们有办法呀？怎么不关他们的事儿啊？你想啊，如果他们主动拿起枪来反抗那些日本鬼子，那日本人敢这么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吗？我最想不通的就是他们还带着那些日本人残害自己的同胞，这不是造孽是什么呀？我看你也是一位有钱人家的太太，现在这个时候离开临江这个鬼地方就对了。日本人呢现在正是猖獗的时候，这几天啊正在抢东西呢，先抢完穷人的东西，指不定哪天啊这矛头就对准你们这些有钱人的身上了。我说你个拉车的，怎么话那么多呀你？我也知道啊，你们这些有钱人的太太肯定是不愿意听这些话的。可是你看看刚才那老太太实在是可怜呐，我又帮不上什么忙。这不，随便唠几句，您别介意啊，太太。你说那老太太东西都被日本人给抢光了，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谁说不是呢？停车。戚家兴，你要当你还是个中国人，你就听奶奶一句劝，现在回头还不算晚，别再给日本人当狗了。你要是再这么执迷不悟下去，你小心会遭报应的。奶奶，您就别跟我说这些废话了。真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。哼，我刘家几代人的产业岂能容你这么一条狗超绝？我今天就是拼上这把老骨头，我也不会让你们到我家里头来撒野。奶奶呀，我没想到您这把老骨头还真的挺硬的。但今天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谁要是挡我的路，我就让他去见阎王。走。是。我跟你拼了。老夫人，都收了。妈，老夫人，妈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呀！啊，老夫人，妈，别哭，不许哭。戚家兴，你个混蛋，我和你拼了。太太，幸会，幸会。你这个混蛋，我们家是个没亏待你，你干嘛来冲我们家？我们老太太岁数那么大了，你竟然这么大胆，你是不是人呢？
不知死活的东西。幸会，太太，幸会。幸会啊，幸会！太太，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呀？我不是把你赶走了吗？你又回来干什么呀？我说过，谁拦着我，我就送他去见阎王。怎么就是不听呢？你把命都给搭上了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？妈在这儿，妈在这儿。你让我走，我往哪儿走？我无父无母，我不去找是困了。妈，我没有跟齐家兴他们站在一起。幸会啊，好孩子。我今天表现得怎么样？幸会啊，我的好儿媳妇儿，妈为你骄傲啊！你真的很勇敢啊，好媳妇儿。妈，我冷。妈，我冷几天就不冷了啊。小爱，小爱，我来了。妈，你在哪儿？妈，你别丢下我。不会的。不会的，你等师公回来，等师公回来啊！幸会，幸会！来人呐，有人吗？快来人呐，快来人呐！幸会，幸会啊，我的好媳妇你干什么？你小丑！齐家秀，走。齐家秀，齐家秀！哎，局长，你可千万别动动啊！那什么，咱们赶紧回去看一眼，赶紧回去看一眼，快！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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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奶奶，幸会，幸会，妈，你没事吧？你，妈，我帮他齐家兴。我把跟你拼了！我杀了你！哎，叔，叔，你不能去啊！我能去啊！你现在去，你就是送死啊！你打不过他的，叔，叔，奶奶怎么办呀？奶奶，妈，妈，你怎么了你？老夫人，世坤，听得成的话，你现在不能去。你现在斗不过他们，妈，你别说话了，你别说话了，儿子，得逞，奶奶我在呢，儿子，妈，你别说话了，现在你身边。就剩下德成了，妈，别说了，
得逞。奶奶，您有什么事您就说，我听着呢。奶奶，替奶奶照顾好世坤。妈，妈，别说了。知道了，奶奶，我知道了。妈，你没事吧？妈，妈，奶奶，儿子，记住我的话。你说，你说，我记着。不管怎样，记住你是中国人。我们不能做亡国奴，我们不能做卖国贼，我们不能做汉奸。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奶奶，我们记住了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。爸，你醒醒吧，你醒醒吧，奶奶。组织上说了，你要开会商议重大决策，今天晚上会告诉我们结果。队长，出事了。小姨怎么了？日本人正在全城搜集物资，但这并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今天齐家兴竟然带人去抄了刘世坤的家，而且当时刘世坤不在家，他的老婆被齐家兴给活活打死了，他那80岁的老母亲也被气死了。小姨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刘家最近怎么一直遭受灾祸？刘叔叔现在应该已经快崩溃了吧？他肯定是恨透了齐家兴和日本人。那不正好，我倒是觉得现在是个好机会，我们正好可以策反他一下，说不定他可以帮我们一块打日本人呢。小姨，你话说的是没错，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找刘叔叔说这件事情的话，会不会有点太残忍了？队长，队长。那个苏军说的倒是有道理，既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不管我们策反还是不策反，都应该去刘家一趟。晚上我们去一趟吧。那好吧，晚上我陪你一起去。好。この才覚を、私はただ奴にたくさん奪わさせたが、相手を殺してしまった。こうなったら、いずれ我々が不利になるでしょう。この人は好きだ。亀田、君は彼を習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ぞ。軍人として勝つことさえできればどんな方法でもいい。自分の親族でも姿勢にできる。やつが今日留守にこんなことをして、明日には我々は裏切るでしょう。だから強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。裏切る気持ちにもなれない。噛みつく犬は囚人が突っかくなければ大したことじゃない。刘局长。刘叔叔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日本人不是到处抓你们的吗？你们很危险，赶快走吧。